为了提升囡仔国际竞争力，伊伫国小连续两年争取开办暑假海外青年志工英语夏令营活动，为期两礼拜英语体验活动，除了让小朋友接受英语学习体验，提升小朋友的英语能力以外，嘛让海外青年来到台湾熟悉伊伫个在地文化。为期两礼拜暑假海外青年志工英语夏令营活动。在溪地国小视听教室来举办开幕式，小朋友以音乐表演来迎宾，海外青年嘛带来英语歌舞进行交流。你要教他们什么？中文、台语。台语啊、哦，你会讲台语哈、哦？我想要教小朋友，不只说英文，但是要他们喜欢讲英文，让他们很熟的会讲。所以如果他们以后想要去美国还是别的地方，都会讲英文，可以跟别人讲话，不会很难。偏向的教育资源不足，但是溪地国小连续两年争取到英语的夏令营，希望小朋友学习生活化英语，提升国家的竞争力。我们这次的英语课程是第二年，所以我们这次有融入当地的特色，像跟农会合作的其中几个课程里面有食农教育的部分，用体验食农，而且用开口说英语的方式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而且很在地化哈。这次海外青年来到溪地乡的国小服务，溪地乡长刘启鹏表示，趁着这个机会，也要好好来行销溪地乡的观光甲文化。让我们溪地乡的小朋友有两礼拜时间，会当甲来自美国的这些来归返国的这些吼囡仔做伙来学英语吼，咱嘛将咱的这个台湾的文化，互因知影，互因了解，啊嘛想说啊，借有这个机会吼，甲来自美国的囡仔吼来做伙来学习英语吼。这次海外青年甲溪地国小的小朋友生活两礼拜，并且透过生活化英语来沟通，相信无同款的学习体验。提升小朋友的英语能力，也打开他们的眼界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